小镇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。若是你到小镇来，收获特别多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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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好听啊。哦，我的广东话不太好。好，今天非常开心又回到香港来唱歌给大家听。今天晚上呢也非常感谢欧瑞祥先生邀请我到香港来唱歌给大家听哦，非常感谢。那么下一首歌呢讲的是泰国清迈，大家能不能猜到是什么歌呢？那么送给大家小城故事。
这首歌呢，我知道很多人听了这首歌会流眼泪，我自己也会。这首歌我想唱送给大家，也送给我亲爱的爸爸，那么大家也可以一起唱哦。再见，我的爱人。收获特别短。